你咋回来了呢？你不跟姐姐溜溜去了吗？你看看这啥玩意儿呢？妈，站那儿了，那是咋的呢？你为啥不去呀？你干啥去了？哦，外面又有虫子咬你是吗？哦，对呀，我们做驱虫，上去吧，趴好了。哎，好宝贝。我自己在家做驱虫，就选安全可靠的。你们知道跳子能蹦多远吗？即使走在马路边上，跳子也能轻松蹦到它们身上。这款喷雾，它不但能驱虱子、蚊子、跳子、螨虫，还能驱蜱虫哦。它是纯植物配方，不怕舔舐，不伤皮肤，现在还有活动，到手是两瓶。